这不你家吗？啊？你们俩睡醒啦？怪不得我看着这么不顺眼，原来是师姐家呀。嗯，你俩？是，她是我小师妹，但我爸是她老师，我是她爸最满意的学生。都多小时候的事了，师姐，你到现在都记着呢。你打住啊，不懒得跟你说。难道咱们三个昨晚？你想得美。顾爷，你以后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。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你看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顾爷，你不会真的不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吧？当然记得了，咱们俩在画展上认识的。算你有戏。啊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我不记得我见过你啊。我去了特邀嘉宾 VIP 展厅，你见不到我正常。啊，对了，顾爷，以后他们要再是难为你，你要告诉我啊。你忘了昨天你被人嘲笑了？被人嘲笑了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赶紧干活吧。看得懂吗你？也是挺服你的，都出来打零工了，还在这追梦呢。谁说的？我认为他的品味非常好，整个展厅里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李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这是您朋友？是啊。顾毅，赶紧把手里活停下，陪李老师逛逛。还愣着干嘛呀？钱照给，快去快去快去。你觉得这幅怎么样？这跟我二姨夫画的一样。你二姨夫也是画家？没有，我二姨夫他是卖炭的，他就喜欢拿炭在地上抹。这个画跟我二姨夫作画手法相似。你真能扯。今天谢谢你陪我，跟你一起看展很有意思。那有机会咱们一起吧。那我们常联系，我先走了。我也有个疑问，昨晚我和顾毅喝酒，怎么会在你家醒来？说起这事儿我就生气。昨晚顾毅给我打电话。啊？手机呢？顾毅说自己喝多了，找不到家，让我去接他。本来我都睡了，转念一想，万一他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就出门了。我到了之后看见你俩呀，这醉成烂泥，没办法，我就把你俩接回来了。顾夜，顾夜，顾夜，宿醉的事盘的差不多了，我带我上去换衣服。顾夜，我们一会儿出去吃早餐。早餐我已经买好了，你们俩可以留下来吃完再走。可是我想出去吃呢。那你也不问问顾毅想不想留下来吃？
不出去吃了。行吧，无所谓，我自己去。你怎么了？我手机丢了。你是不是忘在昨天酒吧里了？可能吧。嗯，我去找找。他这画的是什么呀？你们懂什么呀？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这种画也能卖钱？你这画就是浪费颜料，扣钱。老板，你听我说，这是名画红黄蓝的构成，我给改造了一下。你少和我解释，再解释走人。我老板，这幅画我要了。云思，其实你这幅画真挺好的，特别有想法。你要不要考虑换工作？哎，我找了十几份工作才找到这个，应该不好换。云思，谢谢你啊，帮我找到这么好的工作。其实你也不用谢我，还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能力。喂，喂，你是不是在一个美术馆呀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出差回来，路过的时候看见你了，我先过去找你啊。哎，别，怎么给挂了？肖路，顾一哥，你的新工作看起来真不错哎。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云思介绍我来的，带培训班，学生多的话，钱还不少呢。那你现在是不是缺学生？对啊。没有学生就没有奖金。是啊，招生才给奖金呢。我可以做你的学生，不过我得先考考你，先给我画一幅画像。顾一哥，你答应他吧，有奖金呢。我觉得这个考验也挺合理的，你就画吧。那我给你们三个人都画。顾一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？今晚我朋友在叫我轰趴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我可以把他们发展成你的学生。哦，我这边想把一个房间改成画室，其实我挺想让你给我点建议的。顾一哥，我们公司要画一个墙绘，我可以跟老板申请让你试试，可以的话一晚上能挣500呢。你怎么刚一进屋就开始看画了？啊，随便看看。那你看出什么来了没？我靠，这毕加索就是个渣男。这个哭泣的女人画的就是他的情人，人家为了他都精神崩溃了，9年的青春都给他了，他给人家画成这样。我承认这幅画好啊，但我不认可他对待感情的态度。还有这幅拾穗者，这个挺好，有主题有表达都好，但你看后面骑马的那个人多可恨，你再看后面那个像小山一样高的麦堆，那骑马的人把成山的麦堆拉到自己家里去，让这几个农夫弯了那么大的腰且麦穗。生气，画肯定好，但我看着堵心啊。至于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，其实我一直不明白她弄的这个黑色背景，我觉得有点取巧。怎么说呢，
这么写实的风格怎么能弄黑色背景呢？光源是啥？不合理呀。你说的这些话吧，跟我有个朋友说的一模一样。什么朋友？一个美术论坛上的朋友。哎，但是我跟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面。七月份夏天，你说你那里正在下雨，难道你是西伯利亚土拨鼠？你是西亚平原小野狼？是你在网上跟我聊了整整一个通宵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一直想要找到你。哎，这个好好看。嗯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个，我宣布个事啊，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，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，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你，你。还有你，话就不能一口气说完啊？今天呢，我请你们吃大餐。谢谢你，顾一。大餐就一块蛋糕啊？大餐还在后面呢。顾一哥，大餐是什么？你们等着啊，我这就去给你们做大餐。谁呀、啊？我去开门。顾一，今天晚上大餐都有什么？要什么有什么。要什么有什么。房租有吗？房东啊，您怎么来了？交房租啊。你让我缓两天行吗？不行，要么交钱要么搬出去。我真没钱呀、啊。没钱？没钱吃大餐？要不我给你收拾行李。别，那我住哪儿啊？去我那吧。我那每天都有聚会，人也多，多你一个也不多，去我那儿吧。我们家现在空了一间卧室，主要离你上班的地方很近。我那儿还有个画室，你可以画画。赶紧的吧，云思，那我去你那儿住几天行吗？当然可以了，那我一会儿跟你一块收拾行李。主要是他家有两个房间，有两张床，离我上班还近。喂，吃饭喝酒，因为什么？不爽。进来啊，我们家不是第一回来啊。是，我这一回生二回熟的。你喝什么？啊，喝水就行。哇，这房子真大呀、啊。你在看什么呢？这幅画你还没画完啊？给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我最近啊，胳膊也疼，脖子也疼，有点画不动了。肩膀疼？我终于找到报答你的方式了。哎，来，坐。干嘛呀？你先坐。不是，干嘛呀？给你按摩啊！别！啊，没事，我按摩特别厉害，真的。是这里吗？在上面一点吧。那是这里，差不多吧。你转转头。感觉怎么样？
顾毅，你自己再转转吧。哎呀，尿急了，尿急了。我闭上眼睛了，你起来，我什么都没看见啊。顾毅，谢谢你，你可以睁眼了。哦哦。喂。云思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啊，我睡不着。啊，对了，你以后要是洗澡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就出去。那也不怪你，我自己在家中穿习惯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以后咱们制定一个穿衣标准吧。这不用了吧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。这个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像差点意思。你看看我这套怎么样？还是不太行。真麻烦。那我再换一套。这也怎么样？这个好，这个特别像大学生。那这样，我们说好了，以后在家就穿这个了哈。好。那我先去睡了，晚安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给你买的水果花，好看吗？水果花，它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因为这样比较浪漫呀。来，我喂你。哎呦，哎，我去开门。沈慧星，看到我开心吗？有没有想我？